早排有學校強迫學生買 iPad 引起爭議，其實一般的上堂文書要他學習都不一定要用 tablet 的。本地品牌 Avita 早排就推出了新一代的 Laptop Libra 5，型格輕便的 Libra 新一代再輕多 14%， 鮮明多變的幾何結構設計，靈感來自建築師 Ricardo Bofill。 新機採用14吋窄邊框 Full HD 螢幕設計，彎邊厚度只得 3.7 毫米，加上鏡頭這個特字型偷位設計，不單止可以將14吋面板容納在 13.3 吋機身裡面，還可以更加容易揭開電腦。功能方面， Libra 5主打學生市場，有 i5 和 i7 兩款選擇， 8GB RAM 和 1TB SSD， 再加上10小時的續航力，無論做功課還是看片都游刃有餘啦。機身的 keyboard 和 trackpad 都是精心設計，無論它們的尺寸還是每粒掣的間距，都是為了使用者可以用得更加舒服。加上這個背光 keyboard， 就算上 lecture 熄曬燈抹 notes 都沒問題啦。 Libra 5有多種顏色選擇，它們還提供刻字服務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官網或者致電查詢。